你要放过去，把我师妹就留给你。当时我们俩就决裂。老公，你扶我会儿，老公，我有点累。夫君，跟我来。有这个贤内助，你开不开心？哇，人品爆发了。把他留给你。从此我们俩就决裂。我是他媳妇儿。你谁？谁媳妇儿？我是他媳妇儿。老大，哎。快打了我看看。老大，那都不值钱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是我们生产的北眼通牌天性胶囊。大哥，这个特别好。你看你这皮肤颜色色泽都不好，就是因为你排便不好。我今天熬夜。我告诉你，所以你就吃这个变通牌天天胶囊，保证你顺顺滑滑。对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我们收了。好，这个还回来了。这个不能给。我这能还回来。我有个疑问啊，我们结的是官银啊，你们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你那怎么这是钱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公狠，公狠。公款就值假的，官银肯定就在你们手上。在，说，拿出来吧，瞅我干啥呀？我们真不知道在哪儿呢，放哪儿去了？真想知道吗？快点的，说。往前左拐，直走3000米，再左拐，直走2500米，再右拐，再左拐。的旁边那个小树坑，他唬你，那是我家。真的，你们既然不拿官银，就等着死去吧。小子们，把他们给我押回去。见机行事，见机行事。快点押走。应该是个圈套。对，来，把他们给我绑上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